乡亲继续来到日月潭，趁着即卖打水期、甲防疫三级警戒较无游客时阵，即、這个行政院中部办公室特别邀请到军方、河川局、台电、甲溪底乡公所，大家来研究，看要安怎来整合大家力量，在上紧的时间内，赶紧甲日月潭底烂土甲清好清气。日月潭清洗的速度慢，地地方强烈要求行政院支持水利署和国军协助加紧清洗速度。所以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啊，多嘛，即卖多较无游客，啊来做着咱日月潭的清理的这个动作吼，上好的时机哈。那所以呢，今天行政院中办来这里是跨部会的工作三组团队。那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了，那这件事情只会持续，然后加速清淤，然后让日月潭有更好的环境。中办执行长蔡培辉邀请军方、水利署、台电等单位协助清刷，三方面配合进行动面回收。我们量体没有像国军这么大量的这个速度了，那非常感谢国军。另外，大量拖刷要安怎处理嘛是重点。军方这几天也会开始投入清刷作业，相信日月潭清刷数量这几天也会明显增加。